穿的最旧的衣服是什么？初中在14岁的时候。我朋友之前送我一整头羊啊，我花了10个多月才把它吃完。好厉害的！衣服我只要能穿的，我都会自己留下来，其他不能穿的，我会送各种人。你穿的最旧的衣服是什么？初中在14岁的时候。买了条很帅的内裤，自己穿上觉得很帅，然后很潮。然后当时就觉得啊，自己在学校很风云，很帅，我到现在还在穿。当时我那白色现在变灰色，破洞很多，但是我都还没有去补。大概了解了之后，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地瓜、鸡胸。哦，地瓜、鸡胸。菠菜。哦，那太棒了！我每天吃超多菠菜。做一个小吃的一样那样子的一道菜，增加一些味道。好不好？好啊！红薯外面洗一下。如果要做红薯蒸，不是特别好吃，还是烤的更好吃。哦，比较香。两个差不多300克左右。我来称一下。这两个比较小，146。家里有烤箱的吧？这个我不会用，所以说我只能用那种传统的那种小的那种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直接烤箱去烤吧、okay. 啊。30分钟左右，那个烤熟就可以。30分钟还是34分钟啊？30分钟 ，30 minutes。哦，那么久、啊。OK。菜花掰开，然后血清一下。菜花的地儿你要这样就拉下来。这样子。跟米粒一样。哦，这么小啊。称一下，是100克吗？差不多了。哦，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倒汁，54毫升的苹果醋。倒在里面吗？对。100克的矿泉水。中间要切开啊，汁进去。胡椒里面放一点也可以。现在我们处理鸡吧。假如说这个是鸡胸的话，你要这样斜着切开。啊，你的刀工挺好的。好了，切好了。那你那个有密封袋吗？鸡胸肉放在里面吗？半个剩下来的那个橙汁都要捡起。嘿，啊！一起，能看到鸡肉。撒一点胡椒粉吧，黑胡椒粉。OK。好的。我开火了。水煮开了，就要开调中火就可以。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您的舅舅也来过一起吃饭？这个比较少，这个机会比较少。哦，哦，已经变滚了，那我开中火。对，开中火。有甜豆吗？有。还有菠菜、红玉米、牛油果也拿出来吧。好，一个就可以。菠菜现在肉水烫了吧？直接拿出来，凉水过一下。菜跟甜豆吗？对，菜跟甜豆。青豆要多少？青豆就两勺吧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地瓜去皮，小心烫。啊啊！哦，小心烫，好烫。放碗里面，我们做地瓜泥吧，对呀。青豆跟玉米粒放两勺。OK， 那我们拿出来鸡肉吧。这个都不要吗？哦，那个都不要了。啊，好可惜啊！我想喝一口。感觉蛮酷的。我们稍微一点煎一下。这是我平时健身吃的油。真的太专业了。金色拿出来就可以，金黄色吧。还有鸡胸上面一点点的菠菜。
上面再放地瓜泥，出里面泡的那个菜花，撒一点盐。那牛油果切片，地瓜泥上面再放一点，番茄切开二，放在鸡胸上面。你就是放上面，对不对？哇，完美了，完美，好棒！哦，来了，东东，哎，你好，东东，其实我觉得很漂亮，哎，特别漂亮，很幸福的感觉。味道搭配的怎么样？好吃，很天堂的感觉。一共有九种颜色，是彩虹的感觉。哇，这是一种创意跟信念，这里面有爱，完全非常可以，又有碳水。谢谢。有蔬菜，有纤维，有肉，有水果，还有你，安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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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，我今天很高兴，立马你，사랑해요，사랑해요，사랑해요，감사합니다，안녕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谢谢。今天其实特别开心，算是第一次这样跟这个专业的名厨连线，透过他，我知道很多新鲜的东西，所谓的不破坏。物品本身营养价值的就是这样子的做法，之后我知道能用更多的花样。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安老师，谢谢，拜托了我，拜拜。